我喜欢你的发型。确定吗？嗨，王后小姐吗？我可以解释。好，我也是个公主。等等，什么？对，云尼路范史威兹公主，来自甜蜜冲刺范史威兹家族。 你们一定听过，要是没有，那你们的脸就丢大了。哈<笑>，那你是哪一种公主？哪一种？头发有魔法吗？没有。手有魔法？没有。动物会跟你说话？没有。被下过毒？没有。被诅咒？没有。被绑架或被奴役？没有。你们还好吧？要不要我报警？那我想你应该是跟海底巫婆做了交易，然后用声音交换了一双人类的腿喽。没有。天哪，谁会那样做？你的真爱吻过你吗？ 没有，妇女沟通有问题。我连妈妈都没有。我也是。现在问最重要的问题，大家是不是以为你的问题都是靠男人出现才解决的？对，怎么了？我这个做什么？她真是公主。衣服谁做的？从来没见过这种款式。嗯，这很旧了。我也好想要一件哦。我也是。我看过最棒的服装。我也想要，真的。叫我的老鼠动工。 太舒服了，赞叹云尼路公主家居服女王。云尼路，在这个世界上有数不清的衣服，我竟然能穿上真正的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对 ，T 恤。我曾经如此向往，穿上 T 恤。哇哇哇哇哇！等等，怎么回事？他在唱歌。 对，但是居然会有音乐跟聚光灯，还有，等等，你们也看到了吧？当公主唱出梦想的时候，就是会这样啊。嗯，我从来没碰到过，真的，一次都没有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心里真正想要什么，就唱出来，好吧？行，我试试看。我想想，有戏要干，有戏要干，我想要有戏要干。 好，有些问题先弄清楚。你唱的那个游戏摇杆是种比方吗？不，它不是种比方。我真的想要游戏摇杆。我想问题在于我有点走音。也许有一点，但是有时候你必须到一个能反射倒影的地方才能开始唱。我们有些人得找个有水的地方，然后 盯着他看，什么？哦，对，我喜欢盯着许愿井看。我都盯着大海、马槽、肥皂泡泡。等等，你们是说只要我盯着水看？对，得是重要的水。当然，重要，非常重要的水。只要我盯着非常重要的水看，就会突然神奇的开始唱出我的梦想。对啊。是啊，我看算了，姐妹们，谢谢。 5分钟，公主们，下一场你是哪个迪士尼公主问答？5分钟后开始。哦，好哦，谢谢。好，该穿回礼服喽，姐妹们。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认识你，祝你能早点找到你的歌。啊，愿炉火不断，愿熊有余吃，不会寒泪离开你的谷仓，早日归来，小姑娘。啊哈，他在说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们都听不懂。他是从皮克斯来的。啊。